签大关。照这样看，我觉得应该早就已经破了。第一球就积极的出棒，打得很高，曾陶荣还在退，这个球还在飞。哇，潘志芳在小学弟的面前敲出了一支阳春打点的全垒打。针对第一球积极的进攻，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中信兄弟在二局下半2-1反超前啊。积极的设定好球啊，这个球其实有一点在偏高的位置，打者设定第一球当然不会放过，一打出去好像气势就很好，几乎是在红中的位置，完全被咬中。那全垒打，中信兄弟现在是2-1，一分的领先。请锁定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订阅起来。